你会打给你，那去你那个邮箱里面。不是，他给了我一个。还是发截图吧，发个截图来看。什么玩意儿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好。我给你们发到公屏。嗯，好的，看一下。但如果英文的话，你直接打搜一下。不是英文，是英文我也看过，不是英文。13 com 这什么东西我都知道。注意告诉我们验证你的身份。这不好搞了。你开始的时候怎么打的这个？你是不是自己设定的？我应该填了一个中文。不可能。我这怎么改啊？头疼，这个东西弄得我。直接联系一下客服啊！客服，我他妈英语不懂啊！我连到国外去看都看不懂，操！英文，我操！还是通过了商店，我靠的，我还需要帮助。没有人工的，我他妈要人工的，等待48个小时。在线聊天，哦操，在线聊天 ，OK。妈呀，我跟国外的聊天，跟阿三聊天了，阿三。你的英文不好，没事，我有翻译软件。
兔兔耶！哇，太耶！他妈的，我一个 RPG 居然炸不死两个人，我操！还是坐的台子坐坦克上面的，太假了吧！别提了。他妈的！我联系一下下一个客服。这什么话呀？真他妈累！哎，现在没有时间。哇，你真他妈累！感谢你的支持，多点评论、关注一下，再见，烧饼茶。妈的！又掉线了，要不要重来？三星要掉了，也不惊喜。重启电脑试试看呗，要不？刚才重启电脑了。联系一下那个，你弄吧。他妈不是你掉线，是服务器掉了，知道？我都没收到那个扇，十个人的。上班来吧，吃饭了，真的。头疼死了，这下头疼死了，开不了。还可以联系，是不是？